中国历史有近代，近代故都在阿城。欢迎唱王的小金豆、小公主、小王子到戏场来，美女给你安排好，走走走，逛一逛唱东来，朝一古城走一走，转一转，烟陵的花都温泉去泡泡温泉。我是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赵伟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，白头发，红红火火过大年。我是来哈尔滨蹭热度的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编钟，改变世界音乐史的编钟。太可爱了。现在你拿着，这样美不漂亮吗？喜欢吗？完了，这也给妈妈拿着。哟，这个是我们故宫的一个文创小蛋糕。